咱们终于来到了中轴线最南方的地方，就是永定门。10:1的模型虽然是模型，我们等于像盖了一个永定门一样，一块一块砖码上去的。这个永定门你们看，它也没有上漆，也没有上蜡，完全是木头的本色。这个现在目前你看的箭楼，现在真的永定门你们看不到箭楼，箭楼已经拆掉了。当时有16座城门楼，就是16座城门楼，多长时间花了？花了10年的时间。因为我们盖这个就是说让它百年不能坏啊，而且呢上去100个人踩没事儿。把这个故宫的请来以后，故宫说，嗨，你别做这个，这个钱就太多了，你要做这个顶盖一个城门钱还多。确实是几十亿，一个人要做一件事儿，要做完美，做成功才叫做一件事，要做就做到底，给后人留下一个这个传承的东西。